3月1日，有媒体拍到赵元同亲自开车载暧昧对象林以杰前往一家餐厅，抵达目的地后，二人快速下车并肩步入餐厅与友人聚餐。晚上8点半，林以杰陪同另外4名友人从餐厅走出，而赵元同则走在另一侧。林以杰送走友人后，熟门熟路坐上赵元同的副驾驶，赵元同驱车直奔女方住处，之后座驾一直没开走，恋情似乎有了新进展。有媒体致电赵元同，对于是否已有新恋情，他表示仅是朋友聚餐，不愿多谈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非凡娱乐实时。